我有门演的这么好的这个圣剧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我才不大声哦，好看吗？啊，看到都不想听了啊，最好演久一点，然后就结束。但是演很难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演的话要花很多时间排练啊，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他们啊，火力团契为我们演的啊这个圣剧。那么这个圣剧呢，是取自在啊这个约翰福音嘛啊，第四章。那么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从第一节一直念到这个，一直到三十节，啊，就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遇到耶稣的这个故事，啊，这是真的这个故事，那么在圣经里面记载了，那么在这里呢，啊，讲到了一个主题哈，啊，所以。刚才火力团契啊，这个啊圣剧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叫活水泉源啊，所以讲到这个活水泉源，这个水是活的，而且有这个源头啊，所以就讲到耶稣基督。那我们讲到，那我就借用这个水呢，啊，与大家来分享啊。那讲到这个水的时候。那我们都知道水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水非常重要。人的这个身体呢，他们说三分之二是水啊，是吧？所以意思说呢，这个水是非常重要。所以 70% 啊，就是啊，这个水有这个水分。所以水呢，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是不是？你去抽血的这个时候。一抽完要喝什么水嘛，啊，水是非常重要，所以水呢这个非常重要。当你喝下水的时候，哎呀，你其实在里面产生很多我们人体很需要的这个东西，比方说什么呢？比方说我们的口水啊，比方说他甚至说，比方说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部分啊，我就不讲解了，哦，还有这个，骨头的这个，液体啊，还有等等，啊，还有血的这个 功能，这些等等，所以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对人体来说。所以有的人说一天两天真的一点水没有喝的话真的是要命哈，哦，所以你几天没有吃食物还可以，但是你没有这个喝水的话简直是 不能的啊，所以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讲到水的这个时候呢都语念了哈，我今天就不一一的来讲。所以你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这个时候，将来在天堂，哎呀，就描述了很多的这个水哈，所以凡是有生命的都是讲到水。那圣经里面当描述到这个地狱的时候，地狱有什么啊？你不管怎么形容，总之呢地狱呢一点水都没有啊。你可以想想到，如果有一个地方一点水都没有啊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不论你去哪里呢，水很重要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去圣地的时候，啊，有人说要带水去哈，啊，所以那江姐就说要带水去哈，带多多的水哈，你带很多的水过去，然后水喝完，买很多的礼品回来哈，啊，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水土不服嘛哈，因为怕说到了那边的水，如果吃的不习惯的话，就会拉肚子啊，这也有它的这个原因。但是总之呢，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哈，哦。所以现在很多科学的啊，如果去这个火星有找到水，哎，就有这个生命啊，他们以这样子的来做这个推论哈，哦，
也有他的道理，但是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总之呢，如果以今天神创造这个世界来讲的话，是这样子的一个推理哈，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那么对我们这个人体也是非常重要的，水必须要什么？要喝水。当然现在世界出了各种各样的水哈，你们还有出了这个水哈 pure water， 你们还有喝什么吗？可乐哈，可乐真的很好喝哈，是不是？好喝吗？我们感谢神啊，这里的年纪慢慢大了，发觉可乐不可以喝，其实是蛮好喝，但是是不可以喝。好，所以各种各样的水哈，所以为了帮助就说，哎，其实喝这些水是非常非常好的哈。所以你看这些做生意的，其实有的时候只是来引诱我们，让我们喝他们这个水哈。啊，我就看到有一些的这个水的哈，这个 brand name 的他们的这个标语啊，其实蛮好的哈，是非常好的。像可乐，你看2009他们的 slogan 就说 open happiness， 这个好不好啊？哦，可乐，你很忧愁，你很这个孤单，他说来打开就有什么快乐， open 这个 happiness 啊。然后他说 is the real thing， 是真的真实的很好的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自己去判决哈。那么我们再看啊，这个 Pepsi 啊 ，refresh your world， 刷新你的这个世界，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好像你的世界很灰的这个时候，很低沉的时候，来一瓶 Pepsi 吧，啊，你一喝怎么样？你的世界就完全的怎么不同了，完全是这个新的哈，哇！有的时候这一些的这个标语啊，你看了你就想什么去喝啊？有一些更厉害的啊，女孩子有运动的肯定要喝这个啊，对不对？对吗？他们有没有要求你买这个 Gatorade Powerade 有没有？你们没有孩子吗？哦，他们觉得说哇，我有一瓶啊，一喝哇，篮球打的没有什么猛，一喝就很猛了，哇，这个是不一样的，哇，你看这些，他们你看 ，the some kind of power， 哦，是不是？哇，不一样啊，有不同的这个能力，有不同的这个力量，哦，当你喝这一瓶 Powerade 的这个时候，哦，其实这个水也蛮不错的哈，哦，有的时候。戴维亚的时候喝这些不错啊，我的医生告诉我的。好，所以也有他的这个功用，在这个里面。哦，你看有的时候他特别是在奥林匹克的这个时候，哦，他们也有特别的这个口号，特别的标语。哦，你喝这个就像什么？你训练的时候就像奥林匹克的什么运动员一样。哇，多少那些。梦想成为奥林匹克的就大量的喝这个水，希望也能够怎么样成为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员啊。哦，还有什么呢？下面一下是什么？哎，但是我们今天讲到活水的时候，如果耶稣说我的活水是什么，是有什么标语的，就是活水嘛，哦，我的是什么？生命的水，是活水啊，喝了就怎么样，不再渴。所以难怪这个妇人听到了就说：“有这么好吗？我喝了就不渴吗？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啊！今天如果有的话，我们一喝，那明天就怎么样，就不再喝的话，其实也是很单调了。其实我们喝水吃东西也是一种享受嘛，啊。”但是耶稣讲到说，哎，是什么？喝我的水永远不渴，啊，真的是这样子的啊。等一下我再做啊这个解释。所以讲到这个水的时候，我说有各样不同的这个水，但是水
pure water 还是最好的哈，是不是？那他们做调查最多喝的还是水啊。第二啊，各有不同的这个调查，有人说是 tea 喝茶。那么第三就是 beer 哈，啤酒啊，很多人喝啤酒哈啊，但是水还是最重要的。大家都知道水 pure water 是什么？是最好的哈。你知道最贵的水有值多少钱吗？有一个说他说2018年，他说 top 12 most expensive water brand in the world 哈。那么第十二是什么呢？叫 10,000 BC。那么每一瓶14块钱，你要买吗？14块钱？不要买哈。但是很多人买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然后呢，那个叫 Bird Water 啊，20块钱一瓶。那么这个有一些水只是过滤一下，它拿来卖的哦，过滤一下，其实很简单，但是它瓶子做的很漂亮，然后它做装修一下，然后它写很好的，其实他们很心痛，就是过滤一下。其实在这个十二个当中的很多就是过滤一下，可能比较好的过滤器哈。我不知道在美国哈，在亚洲啊，各种各样的这个过滤器啊，很多哈，有些是几千几万的哈，他们说喝的很好哈，但是我不知道喝的有没有不同哈，但是总之，水对大家来说是非常看重的，很多人想买是因为他们觉得，如果喝了，给我身体健康，如果喝了我有病变成没病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当然要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 blood water 呢是20块一瓶，你要不要买？是从这个这个 Greenland 这个 Greenland 中文是怎么讲啊？他们说这个水呢是 Greenland 的这个 glacier。就是冰，好，哪来的？哪来的？漏了变成这个 water， 是20块一瓶。那么有一个叫 VEM 是23块啊。那么他从那里啊，在这种北极的啊那边哪来的这个水？所以是23块一瓶啊。那个Soma 没30块，它只是瓶子漂亮。其实他只是过滤一下，好，就卖30块钱，但是也很多人买。好，然后这个 Bling H2O 也是过滤一下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接下来的也是从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哈，那个这个Filico 200到240一瓶。那么这个呢是从哪里呢？是从 Kobe Japan 啊 ，Kobe Japan 来的哈，所以他们特别的这个从那个水拿来，然后呢，当然它的瓶子是 Craftsman， 是有这个特别的一个雕制一下，这个卖200到240一瓶，好，那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哈，各种不同的，由从这个 Pacific Ocean Hawaii 哈。有一个叫这个 Kena Nigari 哦，那么402块啊一瓶啊，他从哪里啊？他说是从2000尺以下，我就不懂了啊。这个 Pacific Ocean， 这个海的水不是咸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说他说是从这个2000尺 below the surface of Pacific Ocean of Hawaii。我就不懂为什么怎么弄成一下可以卖这么多钱啊！但是他们很 pure。那么传说呢，吃的这个可以医好很多的病，所以这个厉害就在这里。许多时候做广告的时候，你喝了可以很多病的医治，这个很吸引人。好，所以有病的人有的时候不妨试试，402块啊，没事吗？试试看一下。好，下面的更夸张的，其实都是装饰的哈。最贵的是 Beverly Hill 的，10万一瓶，
你要买吗？不要，不要啊！但是它外面其实装修的，有金，有这个diamond， 其实它是那个之前。那么它的水呢？它说是从这个它的水是从哪里来啊 ？California Mountain Spring， 加州的这个 mountain 的这个 spring 哪来的啊？他说至今啊只有九瓶哦，只有做了九瓶啊，有 diamond 有这个啊，只卖了九瓶哈、啊，一卖就卖九这个叫多少？90万啊，那个水是 mountain spring， 他说你买了一瓶的话，它可以够你一年的这个水的啊，合算吗？因为价值是什么？价值是在它外面的啊，它的水都是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说，哎呀，各种各样的，你看看世界上的哈，他们为了追求什么？追求这种的，有的时候是啊，真的觉得很好的话啊，不妨去买一买啊。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的信息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。刚才活力团契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信息，就是说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活水。那这一个活水跟我们所讲的这个水是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好，耶稣说，不管你是啊怎样的这个水哈、啊，世上的水啊，你喝了怎么样，再会渴。但是耶稣所应许的这个水呢？不是我们所喝的水，乃是我们内心深处、我们灵魂、我们心灵深处所需要的这个活水。好，这是我们要讲的。所以值多少钱？无价啊 ，priceless 啊，在美国他们叫 priceless， 就是说父子的关系，夫妻之间的这个爱，好。今天讲到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，许多时候都是以钱来衡量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啊，不管是在中国，不管是在马来西亚，在哪里，有的时候找老公的时候，最好他是有钱的，对不对？没有钱的你要嫁吗？不答哈、啊。但是照理呢，我们说这个婚姻爱情真实的爱是什么？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有谁拿金钱来买爱情的话，那是什么？可藐视的。如果真的有人以金钱来买你的爱，买你的话，你千万不要，因为这个是假的、啊、到头来都是什么虚空的，到头来都是这个痛苦的、啊、所以耶稣讲到这个水的时候，我们说不是以这个世界上我们以金钱来衡量的，多少钱一瓶，多少钱一个、啊、乃是无价的、啊、所以耶稣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施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施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自源到永生。好，我们看下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刚才所演的里面也有讲过这一句哈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妇人，啊，这个主角，啊，主角就是耶稣啊。但是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。所以撒玛利亚妇人是非常痛苦的、哦、你看到、哦、对不对？家婆、哦、那个他先生、哦、其实那个先生不是真的先生、哦、总之呢，他是活在一个非常痛苦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里面。所以他中午才去打水的，中午去打水很痛苦啊，因为太阳最晒的这个时候，它是最热的时候。平常一般人打水是早上跟这个傍晚，因为那个时候最怎么样，
最清凉的，但是他中午去打水，他因为他有不得已的这个苦衷，他要避免了这个村里的所有的人，他不要见到任何的人，因为每一次当他见到任何的人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冷眼冷语来讥笑他的，所以他是活在非常痛苦的这个里面，所以他中午来打水。所以刚才这个这个圣句里面也说，真神怎么样找人？其实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，他要找每一个人。可能你说神耶稣有找我吗？你说没有啊，其实是有的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许多时候神有找我们，我们不知道啊，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机会，他其实都在呼唤我们。所以神耶稣基督刚才也说了，犹太人不走那一条路的，不走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路，因为撒玛利亚啊，当然回想到以前他们也是属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一部分，但是后来他们跟外邦人通婚，所以就变成犹太人说他们是什么杂种啊，所以中国话杂种比较明白啊，就是不洁净的，是不圣洁的，所以被犹太人所轻看的，是不是轻看的？所以你我当中啊，有的时候有没有轻看某一种人？有吗？没有，感谢主啊！有的时候我们会轻看啊，在马来西亚长大的，有的时候华人，我们说我们被马来人欺负，但是我们也会华人有的时候是轻看啊这些人哈，所以有的时候是欺骗一些的人哈。所以特别我们在沙捞越长大啊，沙捞越有这个一般人哈，土著哈，我们说他很笨哈，有的时候就骗他们哈，有的时候轻看他们，这个是非常不好的这个罪哈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所以一般人，所以你不要轻看一般人了。哎，你们有去看什么 Crazy Asian？ 有看吗？Crazy Asian Rich， 哎，你们有看吗？你们没有看，孩子都看了哦。你知道那个男主角啊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们说新加坡、英国长大的，其实在沙捞越出生的。他父亲是英国人，妈妈就是我讲讲的一般人。哎，我不是强调你们去看啊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男主角其实是他有这个一般的这个血统啊、哦，那个男主角，哎，现在很出名了，啊、哦，所以怎么会讲到这个民族啊？但是总之讲到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轻看的，但是耶稣特意的去找他。我知道他的这个痛苦，知道他心里所受的。你以为结过五次这个婚很快乐吗？有的时候你说是一个潮流，对不对？以前中国的说美国离婚结婚是很平常，现在中国也是，我不要说中国，其实都是马来西亚，这都是。以为结过婚、离婚、再婚是快乐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去问这些人，大部分的人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，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撒玛利亚妇人，她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伤痛、痛苦，没有朋友。被人藐视，被人轻看，不能够在早上，不能够在傍晚打水，要在中午。所以你说他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当他遇到耶稣，耶稣跟他讲这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，
耶稣说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你必定求我。好，求耶稣。所以耶稣是谁？我们说耶稣是真神，我们说是独一的这个真神，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。第一次我们国会弟兄有讲到这个三位一体，虽然不容易明白，但是确实这样的这个解说，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是真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知道一切，他知道你我，更重要的他爱我，爱你，爱世上每一个人，他也有这样的这个能力来救我们，所以他有这样的这个能力赐给这个活水给这位撒玛利亚妇人。所以他跟说，你如果认识我，你必定求我，好，必定求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真是认识这位耶稣啊，我们必定向他祷告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人不向他祷告，为什么？我们觉得说还有其他，对。但是耶稣也讲了很多比喻，讲到说如果离开这个世界，面对的是谁啊？面对的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主宰。如果你真是明白的话，你必然向耶稣来祷告，因为一切都怎么样，都掌权在他的这个手里。所以犹太人知道说，这弥赛亚救赎主如果来，他们肯定的怎么样，要向他来祈求。好，我们看下一章。所以耶稣回答说，黄河这水的还要这口渴。刚才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当然今天你说，哎，我还没有结婚呢，我还没有离过婚，我不像撒玛利亚妇人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问题，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难处。耶稣讲到这个水的时候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渴望的，所以撒玛利亚妇人所渴望的是什么？她渴望的是有一个丈夫真的能够爱她，她渴望的一个美满的这个婚姻，她渴望的是能够真的像圣经里面讲的，有这个夫妻相亲相爱，能够共度一生的这样一个婚姻。但是她的一次又一次失败。刚才我们说可能也有，我说我没有结婚，但是我们所追求的，我们今天所渴望的，我们渴望有名利有地位，我们渴望世上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但是得到了失去了，得到了失去了，或者得到了得到更多，但是我们还是怎么样，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空虚，我们心灵里面得不到满足。所以今天耶稣所讲的这个活水呢，下一讲了，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所以他这个水是给每一个人的，因为我们人犯罪之后离开了耶稣，离开了这个神，哎呀，我们世上愿所有的东西，甚至愿知识、愿文凭、学问啊、金钱都不能满足我们。好，这个是真的，不能够满足我们。对，你看看世上有多少的这个享尽的这个荣华富贵的啊，是不是？就举一个例子，像以前英国的这个戴安娜，你说她嫁给一个王子好不好啊？啊，有多少女孩子希望嫁给这个王子啊？啊，这个，我就想很奇妙啊，嫁给王子啊，真的结婚的时候，世上多少人看啊？哇，这个只要结婚一次，那个女的哈、啊，
真的是好像陶醉在那种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和公主的什么世界里面哈、啊。你说好不好？是能看很好，但是许多人描述戴安娜结婚之后啊，哎呀，快乐很少啊，痛苦很多啊，对不对？有带来给他满足没有？今天很多人得到了这个想得到的地位、金钱，哦，各种各样的这个学问，但是都不能满足。是主耶稣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我们。所以有一个人，神学家说啊，心灵里面其实神造了哈，只有神耶稣才能够满足我们，世上其他东西都不能够满足我们。所以这个水呢，是超自然物质的啊，这个生命需要耶稣来满足我们。所以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，哎呀，心里面就得满足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不能够讲更详细的哈，但是总之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满足的这个生命。那你问我说，那满足就是很顺利咯，一帆风顺呢？我说不是。好，基督徒结婚，你就说一帆风顺咯。你问基督徒，没有。我们也是吵吵闹闹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在吵吵闹闹的当中，因为你相信耶稣，你信靠耶稣，你靠耶稣在你里面啊来生活，好，所以你靠近耶稣，把自己不好的放下，好，你能够谦卑自己，改过自己。然后与配偶有更美好的这个交通，哦，一次又一次的怎么样来这个更新？哎呀，你经历又一次波折，又经历耶稣的这个教导教训，又经历耶稣的这个引导啊，你们夫妻关系在波折的这个当中，能够不停的这个更新，当你回头看的时候，真是美好。就像耶稣讲的什么活水泉源，心灵的满足，不是以世人所谓讲的不合一拍就走啊，对不对？一拍就走，好，去律师，我们讲这个分怎么分财产，怎么争孩子啊？No，基督徒不是，基督徒有活水的这个泉源，有耶稣基督。乃是向父神来祷告，有困难带到父神面前，耶稣面前，那耶稣就帮助我们解决，能够信靠顺服他，就是这个不一样。所以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活水泉源呢？耶稣说我要赐给你，你怎么得到？所以刚才有一首诗歌说，有一件礼物你得到了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相信接受啊，你必须有这个活水泉源这个连接啊。在美国中部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曾经有一个人讲见证，在中部有一个有一家医院，哦，他们建好了，还有这个灭火系统啊都做好了。你知道很多的这个大这个医院，而且我们的家离多远都有一个红色的这个水龙头嘛，啊，那个是什么？是给这个救火车，如果有这个火灾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从那里直接哈，就可以拿水来灭。那么这家医院呢，这些都设备好，那个红色的这个水龙头呢，给这个救火员用的，也常常这个保养刷新很新。35年以后，他们才发现到有这个水龙头，但是自此之后呢，完全没有接水。哦，还好火灾没有发生。他们说还好没有发生。
如果有发生救火车来进去的时候没有水，你说多么的这个悲惨。所以今天也是我们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，他是祸水成泥，他是这个永远的啊，给我们这个这个满足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连接耶稣也是没有用的，所以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啊，接受耶稣。你说相信接受怎么样？就是向他来祷告，你说天父，我是个罪人，这个罪必须要承认。你看耶稣问撒玛利亚夫人，撒玛利亚夫人听了，她说好给我，耶稣说叫你丈夫来。你看耶稣就告诉她说啊，不要躲避，内心隐藏的罪必须要怎么样承认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内心记恨恼怒，有的时候很讨厌父母啊，讨厌兄弟姐妹啊，这些的啊，我们都要向我们的父神来认罪，然后接受他，相信他说你做我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如果你这样子祷告的话，你就跟耶稣连接了，耶稣所应许的活水就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源流不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说你是活水泉源，你所赐给我们这个水是无价之宝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就像那位撒玛利亚妇人，她愿意承认罪，所以她认识了耶稣基督，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她就不惧怕，赶快的去告诉村民她遇见弥赛亚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也愿意来相信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使我们有这个永生，有这个活水泉源耶稣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来滋润我们饥渴的这个心灵。我们软弱，你可以帮助我们刚强，我们没有智慧，你可以赐给我们有智慧。主啊，我们向你仰望，愿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位。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